路边停车一下。本分局原局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车灯未开，经查车主为猎河的不明人口，原局见状即利用前方停等红绿时，将刘姓驾驶拦下，当场查获持有大量毒品咖啡包及改造手枪一把，当场予以查扣。警方盘查刘显时，发现上半身赤裸，手臂有轻微的抓伤，而且车内满满的都是贴身衣物及那个毕生的家当。经询问刘显，刘显表示因与女朋友吵架，愤而搬离原先的住处，并将先前持有的毒品及改造枪支放在车内，因而遭警方查获。全案讯问后，依毒品外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侦办。